四月的奖品。哇，这次都不一样哦。哇、哦啊，那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四月最重要就是愚人节。哎、大家要出唱片哦、啊。大家还相信吗？麻烦啊，这个哎，给你吧，不小心啊。真的。不会啊，不会再说谎了、啊。拜托谁？你的话谁能信啊？说谎是不好的行为啊，不会再说谎。别别别，别你的脸好不诚恳哦。放心啦、啊，放心啦、啊啊，真的不会再骗人的，真的。好、啊、好、啊，那到底四月要什么日子？四二二，你知道那个日子吗？不知道。世界地球日。世界地球日， yeah, 这么有意义的节日，爱地球、爱环保、做环保、爱地球的节日。哇，那就是要肯定从台湾做起了。两岁人去盖几个，你觉得什么是这方面？而且要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哦。现在落实哦，没有偷懒哦。没错，现在的小朋友不乱丢垃圾啊，你要锁定大小便啊，欸、无动于衷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无动于衷哎、欸，有听没有懂啊？大小便现在不去赶清清哎。有，我有，我有，有有。你觉得什么是最环保的事？我们再停下下，赶快寄来哦。非常棒哦！我都想要了。什么奖品？什么奖品？阿格力的口罩。去哪里买的？买不到，我给你印呢，我给你抽奖印呢。我想要，给我，给我。只要留言的话就抽五个。留言抽五个哦，那抽奖的嘞？你今天买抽奖那个加码。啊，还有加码哦，加码什么？三个什么？口罩加阿格力的运动毛巾。哇，我想要，我想要，哎、欸，给我内线，内线呐、啊。对，这边内线。奖品拿好，这些网友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看谁最甘心嘛。好的哈，奖品非常棒哦。哇，我超想要的。赶快当个环保小。在冰雪系来抽奖了！哇，等你哦，请要动喵，等你来靠腰。耶！欢迎要动喵，等你来靠腰，欢迎下位来靠腰啦！好，你要等到各位，真的。你过来募集113件，也太爽了吧！哎、欸，那再见啦。对呀、啊，啊，我知道，网友都很会算啊。今天老省哦。对、啊。那留言请几天算？两个。留言怎么念？啊，留言怎念？爱明信片嘞。两个。两个。哈哈哈！各位，哪位听友要录留言？哦，那我们真的要由衷的感谢这113位粉丝啦。就感谢没啦哦。不求回报哎、欸。不求回报，不求回报。哦，阿里巴巴在支持啊嘞。啊，我们要给他放上面一点呐。那更稳定了。那个把它搞了。啊，不是讲要累积抽。累积抽啊，你那贵外累积抽。加不对，加不对。哎、啊，我们那喇叭脚的，安内喇哈。哦，就脚，就脚啊。哦，好好好。啊，真情演奏，真情演奏。来，你给我听两首。啊，两组，两组。有记者跟观众。阿大是。阿大呀，阿大呀。嗯嗯。那我没掉啊，没掉。没掉啊。阿内脖子动了。啊呵呵呵。废话不多说。两组。等等等等。开始，开始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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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。到位不啦？好，那我们来揭开谜底，看是谁嘞？哇，欧比也来看，飞飞真的，花莲嘞，花莲嘞，演知名朋友，演知名朋友，好，现在是花莲嘞，蒋老板，蒋老板，哦，头家呢，好，今天这届梦，今天这届主题是热血大师，对，梦想，哎，一讲蒋老板是我的目标啊，我该变成老板了，哇，哎，以后不要忘记我们呢，哎，恭喜嘞，穷逼六十站三看日出，啊，各位喊中华民国万岁哦，哇，五加十，五加十，然后你都开啊，老板哦，对对对对，老板恭喜你，恭喜你，第二个第二个，哎，这边。台中的，台中的朋友，台中的朋友，台哥，他画你耶！好可爱，热血梦想考上理想的大学高三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不要放弃！我告诉你，高三的压力尽端了，辛苦辛苦！考上之后要去全台湾各地走走看看，感受台湾的风景，变成热血大学生！哇，超棒的！年轻就一次，好好把握！啊，回来回到了，恭喜以上两位同学！It's so hot, it's so hot, it's so hot 气氛很傻，快融化，快融化，太火辣每个人都随你都 super love, super love 把快乐全都